一向热心公益不遗余力的国际扶轮社日前由三重千禧扶轮社发起，和多个扶轮社共同捐赠了一台要价180多万元的携带型彩色超音波给新北联医，提供市民更优质的医疗照护。国际扶轮社热心公益，同时也关心市民们的健康。日前由三重千禧扶轮社发起，和多个扶轮社共同捐赠了一台要价180多万元的携带型彩色超音波，照顾三重居民的在地化的健康医疗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是先把他们机器提供给他们用，在五月初的时候，机器就入境急诊室，就已经开始在使用。那在这里，我也非常感谢我的三阳社，我们第八分区三阳社，还有我们的阳光社，还有我们的南新社的同学们，我这一届的同学们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今天非常高兴啊，我们看到我们第八分区的四个社哈，联合捐赠这个彩色超音波仪器哈，给我们的医院哈作为一个最好的医疗行动哈，也让我们的民众哈有这个需求的话，能够得到最好的处理哈。非常感谢今天的见证仪式哈。医疗设备的升级对于医疗精确诊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。新北联医感谢扶轮社捐赠这一台携带型彩色超音波，可以诊断出多项器官的病灶。那这个又轻便又精准哈，那这样的一个仪器设备会让我们的所有的三重地区，包含芦洲等等的到院的急诊病患需要这一方面的诊疗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无侵犯性、无辐射线性、等等的、立即的帮忙的诊疗。这次捐赠的医疗设备搭载新的探头影像技术，希望为医疗人员增添诊断利器，在工作上也能事半功倍，也让需要紧急救护的市民获得及时帮助。记者沈仲林、景瑜三重采访报道。